江湖人士， 便是大宋援军真的来了， 难道本王还怕他不成？ 王爷， 王爷真要出手， 他们肯定不是对手， 但江湖人士多亡命之辈， 王爷万金之体， 何须亲自同他们战斗？ 虽然损失了一些粮草，倒抵不上根本。若是王爷有了闪失，那就不一样。正是啊，对方武功极强，我们已经有好几个高手都折在他们手里了。好在大营那边早就安排好了替身，王爷还请先行撤退，以策安全。 替王爷松绑。是。你可知擒了本王是何后果？知道。对于王爷，乔某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嗯，说说看。 你俩下去吧。是。当年圣宗逝世，一命传位于长子兴宗，可太后喜爱的是次子重元，阴谋要立他为帝，幸亏重元及时告知，皇太后的阴谋才不能得逞。事后，兴宗为表感激，立重元为皇太帝， 并允诺日后将传位于他。可后来，
兴宗重病，违背了誓言，还是将他的皇位传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当今的皇帝耶律洪基。耶律洪基继位后，心中过意不去，于是封皇太帝为皇太叔，并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封他的儿子聂鲁古，也就是您，为楚王。 执掌南院事务，成为南院大王。王爷，您身世不同常人，在辽国也是位高权重，可别人知道你是皇族血亲，却不知还有这一层。你并非辽人，是如何得知这些？ 我丐帮遍布天下，要知道这些消息，其实也不难。我还知道，在辽国，有不少人是支持你们父子，说耶律洪基是篡位伪帝，而你父亲才是正位为君。哼，那又如何？ 王爷，您是聪明人，现在的情况，你看得比我们还清楚。你现在落在我们手中，你父王、谋士、亲兵，或许想救你，可上京那边的人，却未必。你确定？ 他们不会借故谈判不下，而让你迟迟回不了辽国，又或者发生什么意外，让你死在这里。辽国各部落或许有拥戴辽帝的，也有支持你们父子的。 双方意见不一，矛盾之深，并非是一两日能化解。宋朝与辽国达成协议，据我所知，你打破合约贸然出兵，辽帝未必同意。若是你打赢了，那还好说。可现在，您坐在这儿，您想想，您被我们羁押久了。 这兵权还会一直在您手上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边境的安宁和百姓能够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。乔帮主，进。 乔帮主。